一名男子脸上有伤口，在路边被远警拦下酒测，但过程中男子非常不配合，一直摆出拜天又拜地的动作，更对远警呛虾。最后在警方好言相劝下才肯配合。不过男子第一次没吹成功，又继续挥动双臂，远警在一旁耐心劝说，来回几次后终于完成。男子酒测值高达1.01。 男子不配合，远警最后被上扣带回。29号晚上11点多，警方接获报案，在台北市中山区复兴北路与新安街口有人受伤，于是会同救护车一起前往查看。但警方到场后没有看到人，不过现场有民众告诉远警不远处有辆休旅车驾驶疑似酒驾，远警上前拦查后发现驾驶阳性男子果然喝了不少酒，酒测后数值高达1.01，讯后将一公共危险罪移送，至于是否遭人殴打，只能等阳性男子酒醒后再调查清楚。